现在后面来人了。啊，今天猴哥砍这棵树，修这棵树，在下面修。修这棵树，修，今天是。因为政府找他了，因为怕砸这树弄到人，所以就把死枝砍掉了。哦，政府找他了。是。哦，上面有好多死枝。这竹子车还没挪开。等一会儿的。开工了啊！这政府啥都管，这干枝不砍，政府也管，怕砸着人。所以政府督促要砍修这个干枝，把干枝修下来。哎呦，这个干枝可不好修，太高了，在尖上干了。猴哥爬上去了，这个难度还挺大的。猴叔要修这几棵桑树了啊，准备了，猴哥做准备工作了。怎么还把耳机戴上了啊？消音，防噪音的。完了，点不着了，打不着了，哼。油大了啊，我闻见油味儿了。开始了。挺齐，猴哥改行吧，改门改剃头的完了。猴哥戴耳机听不见。改行吧，啊，改剃头就完了，改行。猴哥就剃头，给剃的吧、就是不错，平头，嗯，好了。